今天呢，给大家讲解一下京剧里净行的指法，多用于剑指、单手、双手。比如说我们单指手一定要双指并拢，要指出去，眼随手走，这是我们的剑指的运用。我们对拳的运用，左手拳要空，右手掌要撑，五指张开，表示对人的一种尊重。我们还有一种拳法，就是自报家门，左手拳，右手抬起往下压。入门一分钟，不必十年功。我是国家京剧院演员赵龙基，关注国家京剧院，分分钟带你看懂京剧。